交通部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九号举办闸门水库结果音乐会宣传记者会，邀请知名大提琴家张正杰以及大埔爱乡担任现场的演出嘉宾。馆长温正良、大埔乡长郭明坤、西拉雅宏管处处长齐进林等人出席。预告音乐会将要在11月2号和3号在闸门水库隆重登场。音乐会以闸门水库飞鹰峡谷为舞台，将大自然啊，佮音乐艺术融合，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视听享受。大提琴家张正杰、女观音赖婕妤、男观音王典、跨界音乐家康妮妹，啊，佮弦乐团将演绎多首经典的歌曲，亲像是《公主彻夜未眠》。为游客带来高水准的演出啊！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峡谷里面，旁边有瀑布，然后有一个平台在水上，然后有音乐家的演奏跟声乐家的演唱。我想一听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大概大家就很想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就在我们的大埔那峡谷音乐节。那我们希望大家那可以到收集相关的资讯去报名。然后一起来参加，那有曾文水库，有峡谷，然后有瀑布，有声乐家跟演奏的一个非常难得的音乐会，我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这次11月2号、3号首次举办的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那是主要的这一次不同的地方是我们邀请了国内非常知名的大提琴音乐家张正杰老师，在我们非常漂亮的曾文水库的湖面上有一个音乐平台来做音乐的展演。那这一次大家可以在预约搭船，然后在可以到曾文水库那边欣赏山猪，然后老鹰还有钓鱼。那最特别的是我们在曾文水库安排了这一场峡谷音乐会啊，那欢迎大家能够在11月2号、3号能够来预约到现场。我们这次特别跟旅行业者，还有曾文水库的游艇业者，还有大埔爱乐一起来合作。那未来也会在10月3号以后，每个礼拜二的下午，我们也会有一场专场的曾文水库游艇之旅。欢迎大家能够拨冗来一趟曾文水库的曾库之旅。馆长王正良的讲，想象家己置身伫峡谷美景当中，身边是瀑布。脚下是水上平台，耳仔边啊传来音乐家啊，佮有声乐家的现场精湛演出，安尼的体验一定予人真难忘。伊即件的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的精髓，欢迎民众报名相关游程，亲自前来大埔感受美景交音乐。谢谢新闻真相盖棺彩虹报道。同学，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学校？那个在学校晚自习，在学校晚自习可以比较认真读书。家里有手机、电视，还有床，会想要睡觉。有朋友会比较认真一点。我会努力为了会考，为了我想要考得很好，然后去做准备。因为有补助，所以我们有便当。我觉得便当很好吃，有鸡腿、青菜跟鱼。会有校车在，政府有补助，每个人只要付一点钱就可以送到家附近的站点。对，我是家门口的。下午4点后的时光，持续丰富精彩，课后更丰富，从英语绘本到艺术创作，两放学后的时光惊奇无限。开办晚自习。便当补助，小巴接送，轻松练功不打烊。外师到我家，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在家你能持续提升英语力。加油的加，特货加强，全面加。